我们各位线上收看的各位老师，还有各位关心英语教育的伙伴们，大家午安。今天是我们桃园市国小英语辅导团线上直播课程。那首先呢，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担任授课的教学者，是来自于我们桃园市林森国小的张于林张老师。那张于林老师呢，平常在英语教学方面也非常的认真，也曾经荣获教育部的多项的奖项。那我相信他今天的课程呢，也是非常有趣的。听说好像有结合了我们母亲节跟译文，所以呢，各位待会一定要仔细的观看。那当然，在进行授课之前，还是要提醒各位要注意几件事咯。第一件事情，如果你还没有线上完成研习报名的，马上赶快转到我们的线上报名系统，完成我们的研习系统的报名。再来第二个，在整个的一个直播的过程当中，请各位务必就您所看到的一些教学的状况来进行留言。那我们会针对这些留言的内容呢，来抽出几个我们英语辅导团在本学期制作的小物。首先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热血小樱桃，还有后面的手提袋跟大型的热血小樱桃。那希望大家在留言的过程当中，都能够把你们所看到的都能够很清楚的把它给记载下来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精彩的实况。